红气球缓缓升空，象征南方澳渔港新里程起航。这座生生不息的百岁巨鱼，是为了庆祝南方澳建港百周年所设立的，有着大鱼游到南方澳的意思。我可以在南方澳，又可以从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看到更美丽的南方澳。我想这个广场哈，可以让我们用新的视角来看到我们南方澳这一百年来的发展。相信未来一百年，南方澳一定能够成为全台湾最重要、最好的渔港。我们南方澳渔港将来不但是一个优良的渔港，又是一个休闲观光的渔港，来扬名啊全台湾，吸引不管是观光客，来参观。南方澳建港将迈入百年，地方热心人士自发性成立南方澳渔港新建百岁纪念物促进会，并集资募款，选在建港时的召集地点外皮原址设立纪念物，以后也会是拍照打卡的新地点。再来就是要感谢我们捐款的善事，譬如我们的金南宫、三虎马祖，还有南天宫、金马祖，还有我们本地的善心人士，更有我们的三五企业的同仁及我们的船长，他们大力的捐助，使我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。真的没有你们，我们是没办法完成的。百岁巨鱼揭幕，广场的纪念物物权也转移给苏澳镇公所，由公所维护管理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